会有一点点期待吧，觉得现在上班还好，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奋斗。退休之后跳广场舞，跟好朋友一块出去玩一玩，逛一逛，有钱了以后退休去山里边生活吧，悠然见南山吧。我会去种植一块花园，还有养几只小狗。有时候比较喜欢做手工一类的东西，可能会相关，会做一些相关的事情。602买菜，自个儿家、娘家、婆家仨家转悠，看孩子、做饭，就这些事儿了。上山，没事就上山逛一逛，看看报纸，再看看这书，看看杂志什么的。是想再干点，台上的继续就是发挥余业嘛。一般的都是不干了，都在家里头休息休息，因为工作这些年也不容易。有同学就是退休以后他还继续返聘，还有在工作的，我是没有条件。实际上也给这个不存家庭的收入，待店待着待不住，出门给我贵人做点绿化贡献。我是做钳工的，从小我就爱好钻研这个技术，吃到老了我就想做点什么，后来我就在家退休以后就发明了一个豆腐机。退休要是知识分子本身那就有技能的单位还回避你，一个是身体好，一个有专长，没有专长的话找不到。就技术含量比较高的，就比较复杂的这些老技工也好，老高工也好，他们在这方面还是有。